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杨子。我们今天为您讲解的比赛是2021华为手机杯中国男子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第二场的第一轮比赛。那么今天很高兴请到了浩洋老师为我们讲解。浩洋老师好。杨老师好，观众朋友下午好。这个刚刚浩洋老师说啊，这个围甲的比赛的赛制一直都不是搞得特别清楚啊，那现在是进入到了季后赛，季后赛可以简单理解为是加赛的形式吗？对，应该算是加，对，它分常规赛和季后赛，对。那这个季后赛是只有冠军队加赛没有，加降就级队加是赛？通过常规赛决出了前八名和后八名。是这样。前八名呢就分为这个争冠组，然后后八名的话就分为这个保级组。就是一共16支队参是，加季后赛，没错。了解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场的画面啊，这位是闵昱婷。对，一会儿我们将先讲这盘棋哈，对，闵昱婷对柯洁。这一盘棋也是争冠组的比赛，江苏队是已经战过一场，江苏队他们是7-1的一个悬殊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队，7-1吗？对，两场一共8盘棋嘛，他们7-1，就是两支队伍之间要较量两场比赛，对，这是刘宇航，刘宇航是不太熟悉的名字，黄云松，这次季后赛是在浙江长兴比赛，是不是这两年的男子甲级联赛在长兴比赛已经成为传统了？对对对，都是在这个城市比赛的哈。是。这应该是万源区，对，都是外援棋手啊，还在线上进行。好，老师，这位是谁？这个是赵晨宇，赵萌萌。名字熟，脸有点对不上。那这次参赛的就是本赛是一共有多少支队伍？围甲？一共其实就是16支队伍，一共就十六支。对，他通过常规赛呢，分出了前八名与后八名。了解了。那也就是所有队伍都要参加本赛和和季后赛，对对，因吧？为他要分出一个冠军和一个降级的这个归属。理解了。这是杨凯文，这是最近状态爆棚的丁浩。丁浩，我看这次这个每支队伍实力都很强劲，就在保级区的队伍，有的队伍都是两个世界冠军或两个九段坐镇，那是不是证明都很接近这个实力是吧？对，每支围甲队都很强。许家阳，许家阳这小将金宇这澄，个真是不太熟悉，金宇澄的状态也非常好。那今天是季后赛的第二场，第一轮，后面还有几轮比赛？后面我具体也不是特别清楚，这样，好，刚才看的是彭丽瑶，那我回到棋局，那我们首先为大家讲的这盘棋是江苏队对北京队是对，吧？北京就是星闵华昱队，婷对柯洁的这场焦点之战。是，好，闵昱婷是黑棋，对，柯洁是白棋。20星开局。就这两位棋手的话，其实近来状态也都很好。就是柯洁应该是夺得了这个2项的一个冠军，就国内的赛事，国内对，的。然后闵昱婷是夺得了一个春兰杯的一个世界冠军，对，所以说也是状态很好的两位棋是。手，这个也应该这他俩在第一轮遇到呢，应该可能是第二轮主将位的一个预演。对，就是刚好就碰到，也是抽到一起了，因为这两轮比赛的话，第一轮是没有主将制的，第一轮就是大家每一盘棋都是1分，但是在第二轮的话，有一台是主将制，这一台呢价值是1.5分，1.5分，这1.5分，就是如果说第一轮和第二轮比分是持平的状态，对，如果是4-4的那怎话，么分出胜负呢？就是谁主将赢了，就看第二轮的主将对对。是。那这一轮的
就不是那么的重要，是吧？这只有一分，当然也同样重要了，也同样重要。只有一分嘛。嗯，因为其实江苏队的话，就等于北京队呢，他们是就是在等待，嗯，他们的排名更靠前。然后江苏队的话呢，他们就是在前面的第一场已经以7-1个悬殊的比分战胜了这个实力也很强大的这个深圳队。哦，那么就是证明他们状态就非常好，每一个队员状态都很好，因为他等于就输了一盘棋。是，是。这样的开局，小飞手脚。确实，这盘棋没有点三三，还是比较新颖的，是不是？就是感觉没有一个直接点三三的局面啊。就是没有点三三的局面，已经是很新颖的布局了。是，不是那么常见的布局哈？嗯。嗯。挂跳。然后一间跳，选择了跳，一间跳。跳的意图。应该还是想对这边的发展可能自己更期待一些吧。就如果是小飞的话，就白棋有可能脱先，有可能脱先加这个，然后也有可能脱。就我猜测，可能黑白棋会选择这个，这样的话，黑棋如果说在尖顶，那么白棋长，然后黑棋这样加过来，白的加住，这样作战的话，因为这个子和这个子还是差了很多。从作战的角度来说的话，小飞在这儿呢，对白棋这两个子的威胁就差了不少。就这样的话，可能黑棋只能选择一个拆一防守，然后白的跳，黑的可能搬粘，就是选择走实地。但这样的话，白棋再争得先手，比如说再脱先走一个，或者从这边走，感觉上这样可能作为黑棋一方的话，速度稍微有点慢。虽然他这个地方的实地还是很可观，但是好像速度有点慢，对于黑棋来说可能不太满意这样的一个局面吧。所以他实在就选择了一个就是跳起来。就对这颗子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对，就首先就是说你现在你白棋如果再脱先，那么黑棋尖顶完了你长，那我再加过来的时候，我这时候就不用三尖加，比如说我可以高加了。这样的话我这个子在这儿，这脚上的话现在你也没有什么味道，而且我对你这两个子的威胁就大很多。是。所以在跳的时候一般来说白棋被尖顶的夹击都是不太好的。那一般来说就拆一个不脱先。一般来说现在反正AI给的最多的一个变化还是小飞这个。小飞飞刺。对，然后黑的如果直接上然后就飞这个。就是现在点一个是比较多推荐的一个下法。当然就这个地方就算就是白棋就脱了连扳也可以下，也不是说完全不能下。也是一个变化。脱了连扳跟黑棋这个子放在小飞的位置来对比来说的黑棋会稍微好一点。黑棋会好一点，黑棋就比如说他打了街上。棋形好一点。对，打了街上。然后白的爬，那么黑棋立一个。然后如果你要贴起来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子的位置肯定放在跳会更好一些啊。从这边点过来作战的时候，这跳的力度肯定要更强。然后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头特别软，这样的话看上去黑棋的头就会相对来说更硬一些。是。那么就如果先是这样的话呢，的确这个不跳会比小飞要位置好一点啊。当然白棋也可以下。但白棋也可以下。其实也可以下走成这样以后，就反正白棋就慢慢跟你走，其实也不是说不能下因为本身如果你是小飞的话，这样的一个定型一般来说是白棋比较满意。所以你要跳的话可能双方还是差不多吧。正常来说点的比较多。点这个。这棋这个棋脱先了这盘棋他还是脱先了是吧还是走在他还是想下这个对这个家的位置这步棋确实很想下的一手棋但是证明呢就是说摆黑棋的这个跳就是还是达到了他的目的还达到了他的目的对吧因为如果是小飞的话我估计白棋应该也还是会走这儿那这样的话肯定在尖顶对于黑棋来说还是在尖顶然后白棋没有长白棋走了一个拆边那看到这里的时候郝勇老师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因为尖顶其实肯定是希望白棋长嘛对这是他的预想图黑棋再加一个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黑棋的顺序上先尖顶再跳
这样会不会先三白棋没得选了？但白棋有可能就可以拆了，拆这个，他就有心情拆边了。哦、这样的话，你这步棋可能就损了。就白黑棋本来如果说白棋直接拆的话，黑棋颠顶和白棋长起来交换还是损了，因为这样的话这个角和这个漏风的话，嗯，因为白棋一旦拆回来的话，黑棋这个子有可能就不如小飞好，嗯，在这个地方就漏风啊、嗯、所以说他先接顶的跳可能也不见得满意，是啊，其实我觉得实战这个样子单跳然后白的走黑的接顶，白的就算脱先，我觉得其实黑的抢到这一手，我感觉黑棋其实也没有不满意，感觉还可以。这个脚也挺大的。对，我感觉脚还是挺不错的，嗯。嗯。就等于就是这样，这样的话肯定。对，手割一下。对，这样就是说，等于白棋，比如说他没挂脚走这儿，然后你守一个，他拆一个，你尖一个，那这样的话。就是肯定有一定水平的棋友肯定是觉得知道，感觉黑棋这样下还是有点慢，在开局的时候啊，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守脚，这个效率上还是要差一点点，对啊，是，对，就是速度有点慢，当然也不是说很差啊，但实战等于变成了这个样子，但是呢白棋这里靠上来的一个和黑棋搬一个交换，这两步靠和搬的交换肯定白棋还是大亏，嗯，亏了不少，嗯啊，所以说黑棋感觉局部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嗯、我觉得。实战黑棋虎的是上面，啊，虎上面，嗯、虎到上面，跟搬是不是差不多？嗯，如果我下，我可能会搬。嗯，就是感觉搬更加实惠。嗯、对对，感觉搬实地上拿的更牢靠。就是虎的话，将来如果白棋得空点你一下。嗯，其实这个地方有点麻、嗯、点一个黑棋如果挡住的话，你如果挡住的话我把这个长出来，哦，这就能看出来这手棋的妙用了，对，这样的话你可能只能立，那我再拐起来、嗯、就是有可能会被白棋借用到，嗯，当然虎的话肯定还是对外边可能照顾的更多一些啊，更偏向外边一些，然后搬的话更可能更喜爱实地一点啊，就是我可能如果我下我可能会搬，就是虎的话我觉得我有可能掌握不好，就将来这个地方如果被白棋来骚扰的时候比较难受，可能会很难受，因为你要点的话你如果吃别人就小飞，然后你这样他就活了局部，对啊，他长完一小尖这个棋就活了啊，这样的话等于你的脚突然就又交给白棋了、嗯、对，活得好大呀，总感觉有点不甘心，是，可是如果你不吃在这儿呢，比如说你要尖在这儿，你说那我这个长也防住你了，那这边你也活不了了，可是这样的话呢白棋我可能我就大飞了，这样的话你可能跳也可以吃掉我，但是我通过这个交换感觉将来留了很多味道，嗯，这里一下子我也安定了，嗯，是，就将来这被问一下应手对我来说是比较头疼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干脆我直接我觉得我下可能就不再搬下面，对，你要再点那我就随便就挡住也无所谓，跳一个你肯定都没什么气，嗯，那虎上面是不是可能更看重外边上面的发展，对对对，嗯嗯，白棋下一步是走了一个二五清分，嗯，好，直接就二五清分，也不分头了、嗯，就是分头的点可能对于白棋来说现在有一点麻，嗯，就是他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分头的点，可能他不见得会选择这里，是，嗯，可是现在就是说第一杆可能是这里，对，对吧，这样我两边都有差，是，都能差中间点啊、嗯，但是可能黑棋走这个，嗯，你差二，然后呢他刚好给这个飞住，那么飞住以后你将来你的点三三就没了，嗯，这个是应手的点、哦、就没了，嗯，这样的话虽然你有拆二，但是还是稍微有点委屈，然后黑棋这边的配合，这边的效率和那边的效率感觉都还可以，嗯，所以走在这儿的话看似有两个拆二，但是并不见得很好，嗯，啊，就后续没有很好的棋下，对，如果走在这儿呢，那黑棋肯定逼在这边，那你这边你可能还是这个，那么黑棋可能他就硬一个，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亏了，嗯，啊，就你要他要先走这个，如果黑棋硬他肯定是这个，然后你走这儿的话他就拆这个，你走这儿的话他又尖起来啊，他就不会走这儿被你逼住了啊，所以说他现在这个分头的点，这两个点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不可能，这被逼住这二都没得拆，
这个就更不可能了，所以呢，他就先漏一个，先漏一个，嗯，所以漏一个，就是分头没有好的点的时候，这个二路清分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手段哈。对，嗯，但是清分的时候要小心，一定要小心，被黑棋尖一个，嗯，被黑棋尖一个的话怎么办？这小尖如果是按正常的定式，那白就往小号长呗。那如果长进去，长外面这不能接受的，被长长外面被唬住肯定不行。那我得往里长，再往里长。然后这有一个老定式，那就断一个。嗯，但是定式是不是也有更新啊？长，这棋好像白棋不行，白棋就不行，不行，不是不好，是不行。对，不是不好，是不行。就是这个棋，可能大家以前有印象，这样的一个下法，白棋。啊，这定式吗？但是这不是定式，这不是定式。这个只是咱们之前以为有这样的一个下法。啊，但这个下法白棋不是棋，就它是后续下法。就是亏飞了，这个棋已经亏飞了，亏飞了白棋。那是什么时候都亏飞了吗？还是说大部分情况下都亏飞了？大部分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嗯，哦，嗯，可能你要真的有那么一样特殊的一个局面，也许这样下也可能可以。就比如说黑棋中间围一个大肚子，白棋这样可以中间全破坏掉。那也不是很好的下法，因为你现在你是假眼，你可能我就要杀你了。啊，有可能还死掉。对，你可能就对我可能杀你了，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处理的一个方法。嗯，所以这个局部下成这样的话，一般来说白棋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嗯，白棋能接受的是拖完的时候可以搬这个，但是好像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棋好像争子不利啊。对，这跟争子有关系。这好像争掉了，现在主要现在直接争掉了。对，争掉了。这白棋这个子没有用，黑棋这个子有用，关键是。哦。啊，刚才我看了一下，刚好争掉了。还真是争掉了。对，那么争不掉的话，其实黑棋粘上，你搬的时候我粘上，你挡我再打，其实也就是黑棋也可以。我记得这里边好像有个打劫，有个打劫，对。然后你打了之后拐下来。那如果白棋劫财有力能下吗？白棋，那你看你怎么算你的劫财有力？这个子放这儿是不是可以多没劫财？但那个劫不是劫，就是，那个不是劫。对，我现在就开劫。如果你开劫，你可以先打一下再开劫。嗯，对，就是细腻一点。因为你要是先开劫的话，就打吃也不是劫，打不着了。对，打我可以打这我可以打这个，哦，打一路，对，然后呢，再打，嗯，然后你提，再打，我再打，然后你粘上，我再把这个消了，这样的话白棋肯定不行，啊，那么你现在你就这个打劫之前你先打掉这个，嗯，然后再扑劫，他提掉，然后你说你走这儿找劫，这不是劫了吗？但黑的就把这个吃了。啊，你提了他就虎一个，这显然不是劫，嗯，这还没活白棋，对，还没活，对，是，嗯，就这个劫的话，白棋得有一个比较，至少是不很不错的劫才能扑进来。对，就像现在当前的局面，就开局无劫的状态肯定是不行的哈。开局无劫的话，他可能只能没有特别大的劫，就是之前该黑的该谁走？该白的走。对。开白的走，这没有，这对，这没有，可能只能拐一个，嗯，可能只能拐一个，然后黑棋挡住，然后白的拐，嗯，那黑的挡，白的吃，黑的跑，白的吃，黑的打，白的提，就像是这样转换啊，但转换的话好像。局部来说还是黑棋稍稍满意一些，嗯，啊，这个棋对，尤其这个局面，嗯，这都快成，嗯，成控了，嗯，啊，当然就是白棋如果争子有利的话，突了连扳以后可能还能还可一战，嗯，才能下啊，对，但是如果不能连扳，争子不利的话呢，就是完全就不能下了啊，哦，哎，但是这棋现在那么被小尖，我长完之后单拖呢？你长完之后单拖可能比断会好一点，在现在的局面。我就单拖，对，啊，但是断那个，对，嗯，但是我就接上，然后白棋就顶了扳，我就连扳，我就直接连扳不扳这个。我选择吃角应该还是，粘上吗？还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可能尖顶一个，嗯，嗯，黑的长，然后你大概走了这种。但我觉得黑棋这边的配置也是比较舒服的，嗯嗯，感觉上还挺喜欢黑棋的，嗯，
当然就这局面的话，也是一种变化，也是种单拖的话，也是种变化。因为断的话，明显现在不好。但在这个局面下，白这么选是不是那么满意？因为这黑棋对对对，这配合挺好的，太好了，嗯，是。那为什么？那怎么办呢？对啊，这棋是想先一个。我猜测啊，小尖的话呢，白棋有可能会下这种棋。啊。这非常灵活的再分头。对。那黑棋就虎还是扳？虎或者扳，反正我他有没有可能下这种棋。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我本来走这儿，你本来肯定逼着我这个。现在呢你等于走这个了。嗯。然后呢我拆杆肯定我还可以挺满意的。嗯，但我拖一下肯定亏了，我拖不管你走这儿还是走这儿我肯定亏了。啊，不过你走这儿的话，其实将来白的也可以再尖一下，也还好。就是说，肯定这一下我亏了，啊，但本来之前我分头你尖我拆二，我是不是也能接受？啊，但我觉得黑棋还是应该尖嘛，黑棋，嗯，没有选择尖是吧？实战黑棋是小飞，哦，小飞，这盘感觉老米还是很注重外边，嗯。还是跟我反正至少我觉得有点出入，就是首先这个虎可能会选择扳，嗯，然后其次这个感觉我还是会选择小尖。涛老师是不是更喜欢实地在手的感觉哈？对，我觉得是，就更有把握。没错，嗯。那老米这风格一看就是这两手棋，就一看就是想对这有想法了哈。老米他不是这样的风格啊，不是这样的风格，对，他不是这样的，他其实那他是什么风格？应该是比较喜欢实地比较明快的那种啊，哦，嗯。那今天对柯洁是有战术上的调整吗？还是不知道，搞不清楚。他也许觉得这样好，我不知道他担心什么。因为从我目前来看，尖一个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地方。实战这个白的先冲了再拐，还是挺有学问的。就很多觉得这为什么要先冲一下？这不明显俗手吗？我爬你长，然后我再飞，我这冲一下不是大亏吗？但主要是你爬你可能爬不到。这个可能是柯洁所担心的，可能爬的时候黑棋，他在选择变换，单双，我再冲冲不着了。你再冲，我就不挡了，我可能是这种棋，就很轻灵的。对，我去威胁你，就是你如果扳的话，我也是这样夹住你，这样的话就黑棋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你本来他单走这儿，你主走这儿嘛，这样你 A B 见合了，但现在我能跳到一下，你如果还走这儿的话，那我长，你挡住，那我们。我这样我就可以交换到两下，我又逼住你，嗯，这是黑棋的一个意图，嗯，那么实战他先冲一下啥意思呢？先冲一下再拐，如果说你黑棋还是走这儿，那我打吃，你这得粘吧，你不能被我提了，那么我得到拆一或者拆二，就是这是我白棋他的目的，他等于扳到了一下，但这一下冲虽然损了，但是他认为我扳到一下能把这里安定做活。很满意，还是满意的。对，那么我打吃你要再走这儿，那我提了。本来我走这儿，你可能也走这儿。那么黑棋你就不可能拐一个被我提掉，对吧？你将来你飞一个也好，这样的话白棋其实它还是需要去安定或者做活的。那白黑棋就所以围棋当中的次序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交换。对。他就是每一手棋的交换影响后续的发展。柯洁实战冲了拐了跳，肯定是他是觉得能把角活了，肯定还是比较满意的，我觉得。对。其实看这个格局，黑棋的一方是更难掌握的。就黑棋是要扩张中间这个虚的地带嘛，一般我们都是虚的难掌握。反正我感觉我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局面。没把握。对对对对。没什么把握。实战这挡一下，这为什么不知道？今天这对老米的棋有很多的，对，为什么不单拐呢？单拐其实也是不是也基于实地的基础之上，先把这个圈上。因为单拐的话，局部其实你白棋并未好啊，不能脱先。你如果脱先的话，我有是。单拖，有这种可能性。单拖，我那一扳的话不行。你那扳我退一个你就死了。已经死了。那我。你要外扳的话，我冲。这也是挡不住了。或者我先断也行。断你只能打吃，然后我再打，一接上，我再吃。这样的话，感觉还是相当有收获。是。那你可能不能外扳，你只能冲。那我爬，你顶。我挡住，
你走这儿，嗯，然后我觉得这种地方，就我觉得保留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嗯，其实这样出来以后，黑白棋还是挺危险的，因为将来搬一下之后，白棋这里是一只也都没有，嗯，没活，然后感觉还是很苦。如果白棋这时候硬一个，比如说爬一个，如果爬一个的话，黑棋我觉得其实就算顶住，也不见得挡一下，也不见得便宜，因为顶住以后，这个地方黑棋还是有很多的利用的手段的。就将来比如说我点一个，嗯，你挡住，那么我可能这跳。或者我这就是我都是先手，全都是先手，就一堆的先手，这里肯定，嗯，有一堆的先手，所以说这个挡还是不太肯挡，因为挡的话呢，柯洁当初的这冲一下呀，他就不亏了，嗯，就是他就没有亏，他也没看见亏了，因为本来你黑棋本来这个局部下是这样是正常的，那么白棋现在他冲一下就不亏了。我觉得总想让他这步冲变得亏一点，感觉单拐对白棋来说还是保持着一个进攻的一个态度。嗯嗯，挡一下就没了，挡一下就不会拐了。这棋挡一下就拐就明显的后手，对，就很明显的后手了。就这步拐，它有一手棋的价值。对，我觉得相当后中先的意味。对对，嗯，虽然是后手，但是之后有一系列的这便宜的下法。是，嗯，跳。短短的几手棋，我对老米有诸多的不同的见解。嗯，今天确实一改风格，这不是老米的棋风。嗯，这步棋张的也挺开的。对，我觉得这棋感觉白棋更像是老米。啊，嗯，当然柯洁下成这样，他肯定还是很开心的。我觉得是，嗯，很符合他。他的一个棋，柯洁的风格是不是他没有明显的风格吧？是不是就比较全面综？没有吧，他还是就是比较灵活，然后喜欢实地。哦，嗯，还是灵活喜欢实地。啊，对，嗯，这个二路点，嗯，黑的跳出，黑棋没走。哦，没走，走了一个这个，哦，嗯，这步棋就是感觉柯洁的风格，就是走在这儿，嗯，走在这儿，其实也不知道是啥意思，但是他就走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们当时说，你说如果有个拐的话，白棋这里可能就会比较苦危险，比较苦。哎，那走这是黑棋，如果顶一个白棋是如何选择？是两头长，还是说脚上？顶我猜他有可能尝会把这个尝出来了，这俩交换就相当于他觉得便宜了，他保留了点这个，他保留了点这个，他本来尝完如果点完走这你可能会跳死他，这样的话你他尝点完尝完他可能就活了，哦，嗯，顶一个他应该就不走了，就很灵动，就是柯洁的一个棋风，嗯，这也很符合他的风格，嗯，对，先试应手看看你走什么，嗯，实战老米也没理，没走，没理，对，嗯，这掉一个，掉一个，反正意思也很清楚，就是 A B 见和，嗯，这，反正你得让我走一个，对，嗯，对，这很直观就能看出来，啊，对，白棋实战选的是往上接，嗯，让黑棋往下走，白棋他的意图呢是什么？就是我也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我不能让你那么轻松，嗯，就比如说我走这儿。肯定被你这种就尝完之后，这种靠过来了，这样的话我不满意，对吧？那么我如果飞一个被你跳下去，感觉你分段我以后这脚上还有棋，我也不太满意，对吧？那我就尖一个，那尖一个啥意思呢？你现在你不能跳，你跳我给你尖住了，这棋，啊，两头堵，我给你尖住了，对吧？堵住了，那对吧？你现在你不能跳了，那这边呢？你现在靠不回去。但如果你要长的话呢，我给你脑袋一扳，这样的话你要想出头只能这样出头，那我还是很愉快的。嗯，所以他的意图就是等于一手呢防住两边的一个办法。嗯，下一步黑棋小尖，啊，这就进入肉搏战啊，双方的棋形反正都看着不是很好，但是就反正比较实用的那种。嗯嗯，小尖就很明显，像刚刚浩洋老师说，就防住了对方的，就你两种下法，被脑袋被扳了嘛。嗯，啊，你然后现在的话，等于你又下去了，然后自己的形状也没有那么难看。对，嗯，然后
白棋立，黑棋是挡。还要挡下去。嗯。贴身肉搏战。贴身肉搏。好，白棋是搬。这个棋形还挺有意思的，现在这样。哎，这个头不争吗？就白棋不走的话，被虎过来，感觉被搬了一个二子头啊。这个长肯定是第一杆。啊。就是。那再搬呗，交换一下。但是之后你再搬的话呢，我就吃。这样的话，你搬也没什么意义。他本来，我觉得他搬完，他想干这个事儿。哦。他可能不见得是长。哦，这边做个交换。他做个交换，可能是要干这个事情。做准备工作。对。先干这个事情。嗯。这个感觉白棋。你只有长。这棋你肯定只有长。想吃黑棋了，这是、嗯、不怀好意想吃黑棋。那我打。对。打的话长。长不亏吧？嗯。哦，这就能看出来。红还是走这儿。能看出来这两下交换的用意了。对,、嗯、对，他有可能是想干这个事情。那我爬呢？就不知道行不行了、啊、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是想干这个事情还是说不知道成不成立。嗯。嗯，也不见得成立。或者白棋虎在上面。虎上面。嗯。再冲。这个棋反正就如果能成立的话肯定白棋还是可以，因为这白的这边已经捞了一票。嗯，我感觉他应该是想干这个事情，所以没有先尝。嗯，他先看看白黑棋的动态，你敢不敢吃这个。 嗯, 嗯，他先问问你。嗯，先这边做一些交换。对。嗯，所以这个尝有点就是不肯，就尝他觉得总是他的权利嘛，他先尝总是他的先手，就你就算吃了我再尝，我什么时候能尝，他觉得你搬如果你虎能打到一个这个脑袋、嗯、我也是可以接受的，也很舒服，也很舒服。对、哎、实战就是这么进行的，搬的时候黑棋虎啊，那就让你觉得就是还是有被挤住的危险啊、嗯、然后搬一个。对，就各取所需，双方都满意、嗯、黑棋虎个头脑袋虎过来肯定很舒服，但白棋这边脑袋拍一下也挺舒服、嗯、这个嗯，打个平手，嗯，相互都满意。然后黑棋单退，对，这个退肯定是要退，要不然被打回去的话这个脑袋就等于又被揍回去。白棋二路虎、嗯、二路虎，黑棋是这儿飞出去、嗯、这个棋呢下到这儿、嗯、形势感觉我也判断不起太清楚，但是从局面的进程来看，嗯，我感觉更适合柯洁，嗯，啊、嗯，感觉他更就是说这格局啊，嗯，更像是他的一个路子，嗯，啊、嗯，老米不一定擅长这样的局面，是像这个高手交锋的话、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这把你走到谁的路子上，谁的格局很重要，是吧？嗯、这个可以直接影响到最后的一个胜负，是，嗯。飞，白棋是跳，跳完怎么走？白棋虎了一个、啊，不走了，这个走不要了。嗯，虎黑棋飞，这是各下各的，呵呵啊，气势都很浓，就是各下各的，谁也不理谁。嗯，那结果就是黑棋把白角走了几手棋全部破坏掉了，白棋走了几手棋这个角也没了。对，双方都有收获。王老师觉得这个转换怎么样？这个棋判断不清楚，嗯，感觉也还早，这棋啊、嗯，其实我觉得也还早。嗯，感觉双方也都嗯挺好，就应该还是处于一个均势的状态、嗯。对对对。气势都很足，嗯，各下各的虎，然后刺一个，嗯，感觉这虎被一刺舒服啊。但就他如果不虎，他也没什么好棋下。这个棋说实话，嗯，感觉、哦、就自己蹦一个，跳一个，不肯是吧？嗯，就是我觉得这棋，嗯、我搞不清这棋就是一定要出来吗？其实本来如果我下的话，其实我觉得贴一个还行。贴黑的长还是跳，我没搞清楚。如果长的话，我可以拐一下。嗯，你可能盯在这儿。那么我比如说我就跳一个降活。其实我感觉就走两下把脚活了也没事，因为黑的我觉得这里虎过来还挺厚的。你从这跳出来想威胁黑棋这四个子，
难度系数感觉挺高的。如果我下，我可能会这样选择吧。然后感觉跳出来，不知道柯洁在谋划些什么，总感觉稍微稍微有点过分。然后脱险还是虎。白棋是虎。因为不虎的话，就等于跳这个。那跳的话，你就要承受我这一点。然后我这点完之后，然后我这还尝你一下。然后你走之后，我再把这个一搬。这感觉也 一根棍儿。也对，白棋也挺无聊的。是。对，所以他虎一个的话，虽然说是先被刺一下，但是呢，我就先忍着，对你这个四个还是保持我当初跳出来的一个，想法。然后黑棋是拐两下。拐两下啊，继续再压，压过来。其实本来这个棋形，我本来觉得好像可以加。加。对，就是如果说这边没有子儿，白棋这儿没有子儿的话，本来其实可以加的断，好像拐两下，这个如果成立的话很厉害，就感觉很有力量。拐两下，稍微有点不肯，有点损。本身加的断肯定是成立的，本来肯定是成立的，对。因为我征字有力嘛，你这上面一走了，我就征掉了，本来肯定有，就是本来哎，怎么那，总是这样。这个舒服多了，这个比对，刚刚那个这好个主多要是走完以后长完之后，这还有一半，了。对，傍晚有一冲，这白棋没法抵挡了。那实战的话，当白棋虎的时候，黑棋这两下拐，不拐的话，怕什么？就该下什么下什么，以后拐应该也能拐着不拐也不怕什么，但是现在他觉得加不成立了，啊。所以就说把它他走拐掉掉算走就了算了。啊，怕以后生变啊，再对走对，走不着了。拐再一压，压完之后飞一个。感觉现在是不是黑棋还可以？好像看上去，黑棋好像更。然后白棋是这里，潇洒，很潇洒，因为他仗着这个是先手，你出来的话可以帮你贴断，这地方你暂时还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但是这两下还是有点心痛，因为本身这步加感觉还是挺严厉的一手棋，拐掉的话就等于没什么棋了，因为你搬粘的话现在是后手，你这个打了糖它可以爬回去，你这个点不到。那么这个搬粘是后手的话呢，白棋长到这儿，白棋这个效率感觉还是挺不错的。黑的跳，黑棋飞，飞了一个，然后白棋想尖，往这边飞的意图是什么？联络，联络，两边联络，感觉还是想跳出来吧，这棋，我觉得。因为跳出来的话，毕竟对白棋这里还是有，尤其这从这连回去，有什么意义呢？将来反正下一手棋，我觉得黑的一尖把这个子吃了就完事儿呗。这块棋没有什么好联络的，我觉得这感觉不见得好，我觉得。然后白棋尖，尖一下，黑棋贴回，白棋把角捞了，应该。然后再这个使出了一靠的手筋，单靠，这里是他。像是好棋啊，他既然祭出这一手，应该一定是好棋，都看清楚了，对，靠一个。所以说他是觉得虎完你尖没有用，他这里还是存在着一个靠的手段。他这也是早就看好了这个靠的用意是，靠黑棋肯定得冲啊，黑棋肯定得冲，肯定得走其冲，他的都不能接受那啊，肯被对，便宜了，冲，他应该是搬对，这白个。棋搬，黑棋退，这虎回去吧。对，如果黑棋如果转换，肯定白棋还满意。他把这个打了，这样的话把这个子割下来，肯定满意。这样割下来以后，虎不仅目数很大，这外面还活了。这黑棋肯定不能接受。这个黑的如果顶住的话，白的打完以后，好像虎回来，黑棋有点危险。这是打吃，这样有点危险，黑棋。但是黑棋不能吃这个，吃这个白棋刚好长了一扳。黑的吃就挂了，这
哦，这没有气了，这已经没气了，是。所以黑的只能退，白的虎，黑的打吃，白的接，先打一下，外面打一下，外面打一下，粘上，然后并。这步棋还是很实用，就大家下棋的时候，真的还是这步棋还是要学。就是首先这有断点，它这儿要连，那么如果你挡住，它这断先是它万一断了，你可能不太行。那么你要自己虎一会儿粘上，人家就跳回来了。所以它这步棋等于是一子两用，一子两用对，一子两用。然后白棋断，黑棋小尖，这里边要形成杀气要了形成杀气了。嘛？啊，白棋直接点到这个眼上，点二一，这里边是黑棋打，这是个啥？粘 上，到了点一粘上。个很像是好棋，断，点一个很像是好棋。断一下之后团住，先交换一下断。这里为什么是点一个呢？你说这个吗？点这里吗？如果白棋直接挤了挡住，那么这个和这个小生杀气，白棋是要领先一气。但是黑棋好像可以从这儿打出来，他可以打这个，他打了断这个，打了再一断，对，对，这脚上白棋气这样不行，不你行，挡不住，对，所以说他不能挤，他如果单挡这个，白黑棋团。哎，那这个啊，团住，这样的话呢，很明显，白棋这五口气，黑的一二三四五六口气，黑的快一气，所以说他不能单挡。白棋挤。那么他顶一个，如果挤了断一个，走个大头鬼，起。挤了断，关键你走大头鬼没有用啊！你走大头鬼，他这还是把你打死啊，了。对，那还只能点这点一个，只能点一点，个。点黑棋打。打如果点黑棋还是团的话，白棋好像可以挤在这儿，他可以挤在这儿，这样的话你就没有留口气了，你就没有留口气了。这点一个是妙手，如果黑的爬的话，好像黑的白的可以挤这个，然后把你断了，让你打走，然后他搬过了。这个还是很妙呀，那黑棋。黑棋断了没有用，我就把你吃了。你爬，我打了，走完以后，我这活了，我这有只眼，活了，对，是，妙手，妙手。那点的时候，黑 现在棋只能打先吃这打，个，只能打了断。只能打了断，实战这个进行是双方还是必然的，必然的下法是对。吧？团住，然后白棋是挡，黑棋团住。这样的话，局部杀气黑棋应该是快一气。黑棋唯一损失的是这个断一下，然后对亏对了。对，那如果因为断一下，其实将来他跑一下这里不入气嘛，他才能快一气。还是挺妙的这里。当然，从下成这样的话，我觉得白棋还有所收获。逼着黑棋这里断一下，白棋应该还是有点收获。将来主要是这里黑棋欠了个断。然后白棋如果从这边将来引征，这边还能利用一下，是不是也可以？也可以接受，也可以接受，好像，很妙，这里下的双方。然后白棋是小尖，黑棋扳住，这边再一靠，这是什么？这太秀了，这个柯洁。柯洁棋风就是灵这样，活多变哈，对就对是这对，样的，尖完再一靠，黑的往回一并，冷静，不动如山。然后白棋进角，先交换完之后再进角，便宜了这几个交换，不理解，不知道。黑棋挡，
可能还行，看看他的后续吧，是不是有后续的招法？他是一个组合拳，这太秀了，这就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这，等等等，他是尖了之后靠这个，嗯，这是如果是我是黑棋，我会怎么下？你会怎么下？我感觉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往回，我应该不会往回走。嗯，我第一感肯定还是往上面走，就这地方，因为黑棋我这没有子儿，我有子儿我往回走就算了，关键我这往回走被你飞之后，我这也没吃到东西，这感觉有点被白棋便宜的感觉。嗯嗯，就是我还是想往上走。搬的话，这小尖难不难受？小尖我就都就粘上嘛，就粘上。我就对就给你。那我这打回去。嗯，对，我就粘上。都给我了。我觉得就都给你。长出去。就不走了。就像这样。嗯。也不见得大，我是觉得。就将来我这走完你活，我再把脚，或者将来我就虎个脚，我也搞不清，我觉得不太肯，至少走在这儿。嗯。又被白棋便宜的感觉。嗯。嗯。挡住，挡，然后再，然后黑棋搬，白棋挤，哦，如此强力，挤黑棋横顶，都下得很紧凑啊，很紧凑，这个棋。明显是下部是要挖断，要挖出来，而且打结挖，这里要断、啊，这边有断，这边直接断了。嗯，然后黑棋呢加，对，这个黑棋这一顶又是一个一子两用，这盘棋双方的这个棋，嗯，还是非常精彩、嗯，感觉每一步棋都，嗯，特别紧，就是棋形上都是教科书式的下法、嗯，特别紧、嗯，下的特别好，嗯，这挖，啊，这要打结了，啊，这个棋对是。这个劫应该黑棋应该是不能打，白棋比较轻，白棋拖，嗯，然后提劫，啊，然后黑棋就没有继续打，黑棋没有合适的劫材，黑棋这劫打不起啊，这劫打不起，嗯，白棋这里这劫材太多了，嗯，黑棋应该就是拐，拐，然后提提，接上，接上。白棋度过，度过这个，黑棋长，黑棋长，嗯，然后再跳回去，哇，这也是个劫吗？撑，度过了吗？马上度过，继续打劫，这太精彩了！这白棋那一段的操作，难道就是为了制造劫材？有没有可能？哪个操作？就这一段的操作、啊，就是从这个尖完靠开始是吗？对，他所有的棋可能其实都是在为了制造劫材而下的、嗯，就是为了这一代的对，为了这拖了跳出来，是因为这个劫如果白棋单打赢的话，啊、这脚脚上黑棋是死棋，对，对然后白棋这里活了，还活了，起死回生了 啊！那这个就一下子其实变化是很、啊、瞬息万变，那就真的是精彩。啊他这一代算得太深了，就他这一代白棋所有的棋可能你是有点看不懂，但其实他自己、嗯、他自己很清楚，其实我是在制造劫材，嗯啊，不管我局部的得失如何，就是我知道、嗯、因为本来我们看到原来是这个棋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棋呢是这个样子的，白棋呢如果你直接开劫，这里你是找不到劫材的，嗯，这里是没有办法找到劫材的。那么他先走这儿，就是说，可能米玉婷也不见得一定知道他在干什么。我感觉就老米反正硬的都特别简单，特别皮实。他要知道的话，他可能还不如自己这样吃一个。我感觉，就你干脆什么劫你也没有了。对，这样白棋搬黑的再补一个。对，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他肯定他不知道你在干啥，这你在干啥呢？他没看懂。嗯、这样再点一下。嗯、就是柯洁这些棋，他全、嗯、所有在都在制造劫材。那这黑棋再补一个。再补就不肯了呀。啊、嗯，就都等于说都被便宜了。都被便宜了。嗯。上面下面。对。整体黑棋如果是再走子效就有点太低了。啊、嗯嗯。然后他先挤。这一卡。然后再断。下的好哈，对，这都是在制造劫材，这个棋确实就
有意思了。嗯，然后他走一下再提回来。然后黑棋拐，白棋提战胜。其实现在对打劫，对白这是劫找劫，嗯，黑棋吃，很精彩。白棋提，嗯，黑棋是扑，提，再提这个。找劫材打吃，提掉，然后白棋是再提，然后黑棋拐，这都是自身劫材。哦，白棋退，再提劫。嗯，那这样的话，白棋下一枚劫刺了一个，刺了一个、嗯。对，这刺一个很舒服，也是顺手劫、嗯。对，提啊，黑棋这个自身劫很多呀、啊，这边又扑了一个。对。然后再提，黑棋顶，白棋顶，粘上，提掉，好，哦，吃在这儿，吃在这儿的话，给黑棋留下了一个活棋的可能、嗯，但吃在这儿的话，那黑棋又多了劫材，嗯，啊、哦，啊，顶一个。就这一枚劫材很重要，提到这的时候，目前黑棋是没有劫材了。嗯，然后黑棋下一步走的是靠，就不要了是吗？就弃子了。靠靠一个就转换了。如果黑棋就白棋这样呢？我猴还是打吃，打吃，白棋会不会提呀、啊？有提的心情。现在双方就是差一枚劫是吧？嗯、黑的差一枚劫。嗯嗯，这其他都不是劫了，没有劫都不是。就是我如果猴如果白的接上，然后黑棋把这个立活了，怎么样？这块棋应该死不了吧？嗯，死不了是不是？黑棋还行。因为白棋这通过打劫的时候其实还少了很多没损劫的，其实这顶一下这打吃都是非常损的，包括之前的一系列的交换就是控上也是损了不少。嗯，我感觉黑棋如果能活的话黑棋还可以。这步棋因为还是有点大，因为走这个等于是白的肯定是小姐，那么这里有12345678910211223242829333134353539，大概有40多目棋的价值或这个角。嗯，然后从这个地方穿下来的话，白棋的目数大概是少了10目棋左右，黑棋多，这个穿下来能有20目的价值吗？嗯，不是40目的价值吗？黑棋穿。重要的是这个贴如果是先手的话，这块棋是否有危险呢？黑棋虎，然后白棋是脚上先虎一下。我感觉这个好像黑棋还是应该活这个脚，因为活那个脚其实他只需要很专心的把这块棋做活，其实黑棋感觉目数已经不错了、嗯、这样的话嗯，白棋是扳，黑棋断，然后再往里爬，这是什么情况？这两个人太拼了，这棋下的。这盘棋下的感觉很烧脑，嗯，是吧？从这里贴身肉搏战一直蔓延、战火蔓延到左半边去了，嗯，长，然后黑棋虎。无论如何还是很精彩。搬一个，这边要杀起来了，难吃。嗯，这局部是什么？局部如果我打一下啊，扳你可以爬这边，嗯，扳可以爬这边活了，那就是白这底下已经活了，就白棋是活了，那就外边就是看外边，看外面的黑棋怎么，那外面黑棋要是死了，那黑棋不是凉凉了。嗯，那黑棋不是凉凉了、嗯、黑
黑棋是走了一个点，这还没下，对，这还没下，嗯，白棋粘上，团燕，那点一个，白棋就冲。黑棋首先断这个杀气肯定不行，断这个白的就把这个粘上，这块棋肯定没得杀，嗯，对吧？那就是说他只能往这边断，把白的打，给他长，白的接上，这样的话也封不住白棋这个呀。黑棋打一下，这怎么突然黑棋中间死一块？老米是误算了。哦，像这样，这黑棋中间已经是死了。这中间因为你封不住白棋吧，你这杀气你本身白黑的也没几口气啊，感觉。我就挖了之后，一二三四，你才五口气啊。这个收不紧白棋的气。嗯。那就加。对，你也封不住我，主要是。加的话，黑棋粘上，白棋长，再冲。这中间是什么？对啊，你这封不住啊，走这个挖一下，嗯，那挖就不走了，拐一个，然后做活。如果继续走是什么？我还是要走，堵住，打吃，这感觉封不住吧？是不是就长一个？是不是就可以？对，单长。感觉长一个，也就很长，黑的只能接白的再一接，就这个气，嗯，只能这样。白的现在外有三口气，这里一二三四五口气，他就算现在打一个，这黑的肯定也死了。那不是不走，是不是黑的都死了？走这走这个，走这走这个走这个。哦，不走的话还是一个缓一细节，还是有气，但也是对白棋有利的。嗯，嗯，但是现在是该白的，对，该白的走。跳的时候，啊，白的黑的没有接，黑的直接跳的，对，单跳啊，白棋冲，啊，白棋打，粘上，再冲了拐，冲这个，哇塞，往外拐。这么凶吗？扳住，然后粘上。哦，这个局部下到这样的话，黑的现在收气就接上，就接上，是缓一气。白的应该是脱先了，就白棋肯定是脱先了吧？嗯。然后，比如说我这边走一个。然后你收，我收，你收，不对。哎，这白棋如果不脱先的话，打完先，这黑的这气是不是进不来？那进不来的话，就是死了。你进不来，但也是个打劫，就我非要进来也能，但是就是没接财，应该是。就是现在，比如说收气嘛，哦，然后你打进来嘛，哦，就白棋不脱先，就对，不脱先把这个打掉，都打掉啊，哦，你能啊，嗯哦，对，你也能打进来，但是就是没有劫财，这提的话这边没死了，对，嗯，那先打，就是他这个地方就可以脱先，白棋好像是可以脱先的，嗯，嗯，可以脱先，这没有，对，然后黑棋活脚，黑棋就没走了是吧？这里，对，立了一个。啊，没走，这里不是要暴动了吗？扑，这吃呢？啊，白棋对，白棋吃。哦，暴动。啊，知道这样。提。啊，这边提一下。哎，这样的转换，感觉黑棋还是亏了呀。虽然围住，嗯，的一些目，但是中间是死了还是死太多了？感觉。是不是这个找劫感觉有点问题？我觉得。
黑棋啊。嗯，好像还是把那个角活了更大一些。就不找劫，直接对对，直接找那个猴的劫，这个劫把对猴完了把这个立死，因为立完以后白这块棋其实就变薄了。是啊、嗯，这样中间就死掉，感觉还是计算上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嗯、然后白棋是长，黑棋断。啊，这应该是拼命了。飞。飞你冲我不行，冲可以挡住，争哎哎不行，挡住争，他冲我就退掉，但是可以先打没用，先打没用，冲可能就退，有点长，这感觉黑棋不太成，不太灵啊，嗯，煎一下，嗯。然后再度过，挡还搬在这儿，搬在这儿局部啊活棋，局部活棋，因为这边有只眼，嗯，黑棋灭这只眼，白棋往里尖，扑一下。真胜，就这局部黑棋可以杀，黑棋局部加一个白的就死了，加了一吨，嗯，但是白棋上面是不是这一拐或者往下尖，这里应该有只眼，总有只眼，嗯嗯，杀不掉，继续靠，嗯，先靠，嗯，看看你什么时候回去，然后是冲，嗯。踢掉，对，踢掉。会白棋回去了吗？黑棋没硬，黑棋打杀了，打完之后小尖，白棋是踢。这不硬了，为什么不硬了呢？这打一下有什么关系呢？主要是打一下，万一白棋这不用收气，黑棋可就亏大了。是。嗯，哎，这爬黑脚上点是要便宜点官子啊、哦，便宜点官子，我也要吃白棋，没有便宜点官子，就是连回去了。嗯，嚯、哦，然后小尖粘上，就是将来你补的时候，你不是补了多补了一些吗？嗯，啊，便宜点官子。长白棋粘上，黑棋粘，对，白的粘，黑的断，白的踢掉，打吃，粘上，好像黑棋应该不够，感觉，打，粘上。这个角哦，这个角加完之后有棋小尖，对对对，是吧？小尖里边是一个大劫，嗯，团住，这应该是胜利宣言了，就是我先不出你棋，把眼团住，嗯，然后黑棋加这个，粘上，嗯，然后黑棋补住，补住，粘上，白棋半粘。给他接住，跳一个，跳，对，这就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黑棋就认输了，黑棋认输。如果黑棋补一个，我们点一下目，嗯，十五、十七、二十、三十、三十五、三十六，黑棋大概七十一目棋。嗯，黑棋是一，白的大概是69，
啊，盘面两目棋、哦，盘面两目，盘面两目。这盘面两目对于高手来说已经是大比分的对对落后了，总不够了，对，就直接认输了。没错，后面也没有太多官子了。嗯，那这盘棋就下到这里。是这那下到这儿，芈玉婷是中盘认负啊，这个柯洁获得了胜利。总的来说，这盘下的还是很精彩的，非常的精彩。对，双方的就是这个你来我往的战斗，都棋形都是下的非常紧凑，非常紧。嗯，那我们这盘棋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为您带来围甲的另外一场对决啊，一会儿见。也许你无。